1990年11月27日，朝鲜北部盖马高原上的长津湖水库。夜幕降临的时候，美步兵第7师第31团团级战斗队各部分依然散乱地行进在这条从下碣隅里往北通向长津湖东岸的路上。一天前，在朝鲜战场东线的美军第10军临时编组的这支团级战斗队，接替了美陆战第1师第5团在下碣隅里以北地区的防务。这支陆军部队本来是在更东边的富战湖方向，却鬼使神差般的移动到了美陆战第1师的作战方向长津湖。是宿命还是必然？美第7师第31团纪连的1等兵爱德华·阿尔尼说，全乱套了，没人知道往哪儿走，我只管盯住前面人的屁股，一路紧跟不舍，也不问去哪儿。在那荒野里，我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从11月7日开始，加上整个11月中旬，第9兵团所辖各部从吉安和临江陆陆续续跨过了鸭绿江。从10月1日出发北上的这支江南部队，穿越中国大陆数千公里路程，一脚踏进了完全陌生的朝鲜战场。我进去第一批也进去，那个过去安南铁路，估计这比邓梁那比哈车车灯光啊，没有的地方呼啸，山上啊呼啸，那一走到那里以后呢，进绕西以后，可漆黑一头。那路还不认得江华龙不通，你困难多多不得了。看着朝鲜老百姓正向后逃啊，男男女女偷了个牛，顶了个包袱。哎呀，真是的，那个人民军协奏团是一个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完整的部队。那是那个朝鲜女中这个看见了我们是嚎啕大哭啊。从跨过鸭绿江那天起，现代战争以其特有的惨烈方式展现在人们眼前。第27军的战史书中记录了作为第27军前卫的第79师遭袭的一幕。11月12日，
第七十九师从临江跨过鸭绿江后一路急行军，第二天凌晨三时左右，第二三七团到达入朝后的第一个宿营地中将镇。天刚一拂晓，飞机来了，来三架飞机，轰的。那个时候没感觉到这个敌机啊什么的，这种概念没有了，跟那个国内一样，站在那里看这个飞机飞得这么转，结果一下子俯冲，把那个房子多的地方，扔那个汽油弹，就是燃烧弹，它在空中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这么的，掉下来就一大火就爆炸了。离我还有好几百米呢，我连动都没动，站在那里看，好像看热闹一样。结果一爆炸以后，我才想起来了，就讲的炸我们这个，这已经这就是打仗。大家突然想起了三营连一上干部都在村委营部开会，奔过去一看，在三营营部房子的废墟中，横七竖八躺着二十多个被烧死的人。一个营连一上十四名干部全部同时牺牲在一次空袭之中，在第二十七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这十四个人中基本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入伍身经百战的功臣，不仅都立过战功，有的还被评为战斗英雄模范。当晚部队按时出发，投入朔风呼啸的冬夜，身后留下了入朝后的第一批阵亡者。整整十五万大军陆续从吉安、临江跨出国门后，隐蔽进入朝鲜东部盖马高原，渗透到冰雪封盖的狼岭山脉的条条沟谷。按照预定的命令，各部昼伏夜行，连续数日秘密开进。不好走啊，这个在这个盘山路啊，你看那个兴高山，有一个山叫兴高山。从早晨爬，一爬到晚上，到了那个是盘山，兴高山，你查地图都知道，兴高山，爬了一晚上。你看这个地图以后，你这么一哪呢？五十公里，你那个山一到下去以后，它不是五十公里，这儿去跟着西月八号开始去八一到。到长江湖不西安，走了八九夜，我们一个人背二十斤粮食，背六个手榴弹，战士。那个米，现在裤子啊，这里也折起来，这个地方弄个针一缝，把上头的米放在裤子上，背在这个地方，身上背六个手榴弹，还有一百发子弹。有的重机枪的子弹响，背子弹响，一个人负重量差不多都在七八十斤啊。第九兵团紧急进入朝鲜，按照中央军委命令，全力担任江界长津方面的作战任务。彭德怀就东线作战的基本设想，不断电示第九兵团，此役关系重大。请精细研究，部队需确实准备并分图检查。毛泽东也在反复提醒，作战准备必须充分，战役指挥必须是精心组织的，请不断指导宋涛完成任务。上下如此重视，说明美海军陆战队并非是一个普通的对手。
11月13日，美陆战第一师师长奥利弗·史密斯乘吉普车向黄草岭山口出发。当看到自己一直绕行在满是荒凉崎岖的连绵群山里时，史密斯越来越怀疑，前面激战后又突然蒸发了的中国部队一定正隐藏在什么地方。他觉得自己正在被逼进陷阱。此时已经知道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十分谨慎。至11月16日，西线美第八集团军仅向北推进9至16公里，而东线的美陆战第一师平均每天只推进1英里，始终在下碣隅里古图里地区徘徊。史密斯的预感相当准确，这时离他100多公里外的志愿军司令部里正在研究如何吃掉他的美陆战第一师。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向将领们布置在年底之前还必须要打一仗，将战场推到平壤元山地区。中国志愿军的第二次战役即将打响。志愿军胜算的前提首先是东西两线同时能诱敌深入，然后突然举行反击。从11月17日起，志愿军在东西两线均向后撤退，还故意在阵地上和道路旁丢弃部分装备物品，制造狼狈撤逃的假象。有的部队演得更逼真，对释放的战俘讲，我们已经断粮了，需要回国补充，没饭吃了，所以释放你们。联合国军果然为志愿军的后撤行动所迷惑，认为志愿军是借战退走。从11月18日开始，西线美第八集团军全线放弹向北推进，至11月21日全部到达预定的总攻开始线。此时朝鲜战场上的麦克阿瑟已经把战鼓擂得震天响，感觉已经站在胜利的门槛上。他制定的计划首先是占领边界要点，封锁边境，造成占领全朝鲜的既成事实，阻止中苏两国可能对朝鲜的出兵援助，然后再回过头来剿灭内地的朝鲜人民军。他下令美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美第十军在东线同时发起前行攻势。东线的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制定了主力突进，在冬季来到之前直查中朝边境的作战方案，以元山咸兴地区作为确保基地，兵分五路。第一路，南朝鲜军第一军沿东海岸向苏朝边界、中朝边界挺进；第二路，美陆战第一师进至长津湖，准备向江界进攻；第三四路，美步兵第七师在丽园登陆后，兵分两路，分别向富战湖和中朝边界的惠山镇前进；第五路，美步兵第三师担任元山咸兴的警备任务。11月21日上午，东线美步兵第七师第十七团长驱直入，进入了中朝边境小镇的惠山。美国士兵站在鸭绿江边，瞭望江对岸积雪覆盖的中国的群山。麦克阿瑟立即给美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发电祝贺，称告诉美步兵第七师师长巴大维，第七师已拔得头筹。兴奋的阿尔蒙德和巴大维赶来和军官们以对岸中国为背景照相留念，以显示胜利。阿尔蒙德称，第七师的行动将作为一项卓越的军事成就而载入史册。现场的人都有了战争就要结束了的好心情。美国报纸把照片配上大字标题，我们站在冰冻的鸭绿江旁。第十七团到达惠山的次日，美步兵第七师第32团也到达甲山。
正是美军沿江向西迂回的行动，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给正在进入朝鲜的第九兵团下令，要立即派出部队向该方向警戒。26军的一个师立即进驻后昌江口地区。11月24日，西线联合国军已推进至其攻击开始线。特别是当东线美第十军推进至长津湖地区的柳潭里、新兴里时，麦克阿瑟认为他手握的老虎钳子已经加准了目标，而且正在合拢。他特意乘坐巴丹号专机，携大批记者从东京飞抵朝鲜战场。他断定联合国军的总攻势已经胜券在握。他对美第九军军长库尔特说，你告诉官兵们，他们打到鸭绿江之后就可以回国了，他们可以回家过圣诞节。在他回到东京发表的公告中，向全世界宣布联合国军的总攻势已经在东西两线同时开始，其中对长津湖方向的作战行动这样说，这一前行攻势的右翼在海军出色的支援下，以一个辉煌的战术行动稳步推进，现已抵达一个居高临下对敌实施包抄的有利位置，在地理上将敌人在北部势力所及的潜在区域拦腰截断。根据毛泽东、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等志愿军首长的指示，11月19日，第九兵团致电志愿军司令部，决定集20、27两个军主力，先求歼美陆战第一师两个团，前至美步兵第七师两个团，并力争歼敌之一部。11月中旬，在朝鲜东北部的山区中，越过鸭绿江而来的志愿军第九兵团各部正在陆续逼近预定的作战地域长津湖。中美两国大军迎头对进，决战已经势不可挡。在军事地理学上，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狼林山脉纵横南北，形成一道天然的分水岭。东西两边气候差别很大，多条山脉构成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的盖马高原，有朝鲜屋脊之称，冬季平均气温在-20至30摄氏度。长津位于北朝鲜东部白头山地域，山地海拔1000至2000米，气候冬季达-40摄氏度，崇山峻岭中林木茂密，村镇稀少，一条长津江由北向南奔流泻下。长津湖是日本侵占朝鲜时期修建水坝拦住长津江水而形成的水库，由简易公路伸向北方的鸭绿江。此地原本几乎无人知晓，正是1950年岁末发生在湖边的那场冰雪大战，让长津湖名闻天下。美陆战第一师主力和美步兵第七师下属部队进占下碣隅里后，建立起师前进指挥所和供给补充基地，然后围绕长津湖东西岸兵分两路。西岸一路为美陆战第一师第五、第七团前出攻占柳潭里，东岸一路为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级战斗队进至新兴里、内洞治地区。沿线有分兵设点，如同一个大写的 Y 字，拉开绵延70多公里的战线。由于志愿军第九兵团在开进过程中严密伪装，美军对第九兵团主力进入长津湖地区毫无察觉，因而兵力分散，孤军深入。
在西线，志愿军11月25日发起总攻，打响第二次战役后，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决定于11月27日黄昏，向长津湖地区的美军发起全线进攻。担负正面进攻任务的第27军，以第79师全力攻坚柳潭里之敌，得手后，配合第20军歼灭柳潭里以南或附近之敌。以第80师配属第81师一个团，攻坚长津湖东岸的新清里、新法里、内洞治之敌，得手后，向泗水里、下碣隅里攻击前进，配合第20军作战。第81师主力位于云山里附近，作为军事机动部队，并以一个营进至广大里一线，坚决阻击南下北进之美步兵第7师主力。第94师由后昌江口南调，作为军预备队。第26军担任兵团总预备队。第9兵团的决心是，要将美军陆战1师以及配属的陆军部队一举拿下。就在战斗发起前的一夜，美军在长津湖的部署位置已变。11月26日，因新清里方向的美军一时无法按照作战计划集结，临时以美步兵第7师、第32团一营、第31团三营、师属野战炮兵第57营以及一个重迫击炮连、一个自行高射机枪连、一个坦克分队，编组成3000余人的团级战斗队，统归第31团团长艾伦·麦克里安上校指挥，确保沿着长津湖东边的公路向北进攻到中朝边界。尽管这支被称为第31团级战斗队是由多个分队与美军和南朝鲜军士兵混编成的，但它依然拥有历史悠久的第31团的番号。1918年春天，他被派遣到苏联寒冷的西伯利亚，因作战有功，从此有了北极熊团的称号。11月26日至27日晚，美第31团战斗队先后进至长津湖内洞至新兴里地区，团长麦克里安自己则去前面的先头部队，命令下达全体准备，第二天早晨开始进攻。他并不知道中国军队此刻已经先他一步，就在其身边。在纷飞的雪花中，战斗以夜袭方式开始。志愿军参与攻击作战的几个方向的营连，大都在夜幕降临后向敌人阵地潜入，因此进攻一开始并非像电影里炮火连天的火爆场面，而是在完全陌生的山地里充满悬念的黑夜搜索。我们没打仗以前呢，我们的枪没有响，陷了洞，跳就跳图一样，跳跳跳的害怕。但是呢，我们的枪一响呢，这事就不怕了，就不管了。一枪一响，一进到敌人那以后啊，放心了啊，你在这里，你就快考虑怎么阻击、怎么打、什么战区、什么地区。这个心情就是这样的。深夜呀，那个雪地正凉的，雪地很凉的，雪地，那个战士都把那个棉衣翻过来穿的，白里子朝外呀，那个棉衣。所以你雪地上面，你在那个雪地有个老鼠跑你都能看到。各营连的先头部队先后演出了一幕幕的夜间结营行动后，战斗正在逐步进入高潮。所以小帐篷，帐篷里头一个帐篷里头半个板呢，这两个帐篷一个板都这么睡。这个二排长就带着这个六板呢，就抹上去了，晚上抹上去了。抹上去了以后呢，休闲的我们准备的是手榴弹，啊，
有的是装着炸药，带着单刀或锁的小炸药包。莫山科以后啊，就是一拍子手榴弹就撂到他那个穿睡袋他这个小帐篷里了。在一些美军亲历者的回忆里，充满了惊叹的词语。棚屋周围仿佛天塌地陷，中国人杀声震天，四下放枪，许多白色身影幽灵般越过雪挂丛林。山下溪谷大火熊熊，夜光弹满天飞，多个美军的营地都被志愿军打了个措手不及。美军从一开始的慌乱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反击。三八溪谷桥大家都很熟悉，这是最好最好的项目。三八溪谷桥在汉德作战不行，在朝鲜吃了亏了。在朝鲜，我们到朝鲜去以后，部队大多数使用就是三八溪枪、吊壳弄枪，结果在那个零下40多度的沿海去作战，一激发，敌人就弹了。枪响之后，偷袭只能转为强攻。在失去夜袭的突然性之后，美军很快就发挥出拥有的火力优势。志愿军老战士记得，最初夺取了制高点靠的是突袭，但控制了制高点以后，反而告诉了敌人你的准确位置，于是敌人发挥炮火优势轰击，火炮轰轰的爆炸，燃烧弹也呼呼的打，一烧一大片。战至11月28日清晨，第九兵团虽然未能歼灭当面之敌，但已完成了对长津湖地区美军的分割包围，将美陆战第一师和美步兵第七师一部分分别包围于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等地，割断了美军相互之间的联系。尽管美军受到突然攻击，仍在火力掩护下夜间死守，白天依靠飞机火炮掩护抵抗志愿军的进攻。此时美第31团战斗队的指挥官麦克里安并没有感到面临绝境，他一边组织部队反击，一边期盼着美第31团第二营能马上赶到。有了增援，再加上后浦村的坦克连，他认为战斗队将拥有压倒优势。正在后浦第31团指挥部的美步兵第7师副师长亨利霍兹准将，听到远处江口那边传来枪炮声，却一直无法接通与前方指挥所的无线电联系。正在后浦村营地的美第31坦克连，被命令立即赶往新兴里，给予尽可能的战术支援。16辆坦克于上午10点出发增援，亨利霍兹坐吉普车紧随其后。善于穿插包抄战术的志愿军，之前已经赶到后浦与新兴里之间，担负堵截退路与打援的志愿军第27军第81师第242团，正在必经之路上严阵以待。他在一山区，他在山坡上，他那个坦克前进也困难，他不是那个平地那个路上里面开始跑，他都在山区来，沟沟坎坎的。美军记录，在冰雪的山路上，增援从一开始就不顺，有的坦克开始打滑，甚至失去控制。其中一个陷入混着冰雪的烂泥里，30分钟以后，志愿军用缴获的火箭筒
袭击停滞不前的美军坦克分队。就靠什么呢？修理弹、炸药、炸药包。啊，他那一下就打，他又不是很打了很长时间，打回来的四两。至16时，苦战近一天的美军坦克分队，见无望打通去往新兴里的道路，不得不按原路撤回。返回后浦村的美步兵第70副师长亨利·霍兹束手无策，他声称去往下监狱里寻求帮助，乘坐一辆坦克离去后，再也没有回来。11月28日是朝鲜战场震惊世界的一天，东西两线的联合国军都遭到来自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处在崩溃的边缘。麦克阿瑟不得不承认，依靠我们目前的力量难以应付中国军队的进攻。华盛顿陷入了混乱，杜鲁门于当天下午紧急召集各方会议商讨对策。他宣布，我们目前面临的情况非常棘手。当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讨论如何应对朝鲜战局的时候，麦克阿瑟也将战地指挥官紧急召到日本东京。显然，志愿军的强大攻势迫使麦克阿瑟面对现实。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救出幸存者。终于，位于东京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11月29日说出两个字：撤退。远在千里之外的朝鲜北部，刀锋再次向长津湖畔的美军头上砍去。11月28日夜，第27军各部再次向新兴里和内洞市之敌发起攻击，而美军利用其火力优势，不断地进行反冲击。连亲历的美军士兵都称这种不间断的拼命射击为疯狂时刻。美军战史记载，只要火力稍弱，四处就响起冲锋的哨声、喇叭声，不知从哪儿又冒出那么多凶猛进攻的中国人和横飞的手榴弹。战场上的瞬间生与死，考验着每一名正在冲锋陷阵军人的忠诚与志胆。我带着一帮人，我就想着要打到底了。你到时候能不能去牺牲你祖国？就这么的。我这两人一个半呢，你看这个一个半。七八个月，你三个牺牲了，四个负伤了，我其中一个。接着打一发，接着打一发，这一梭子，就是一梭子打到七个，牺牲了三个，四个负伤了，我二两发，你看我小命打，我打这一发就完了。他说胳膊接着给打穿头了，接着给穿了，我烫两发。只要你扶着响不能动，就冻死了。你看那个坚强上怎么烫的，红须子拔痒啊，天，这一片一片的。战斗中，美31团团长麦克里安死于战场。第1营营长费斯上校继任成为新兴里美军的指挥官。两昼夜以来，美军虽然伤残严重，但仍凭借其强大火力和空中优势固守待援。志愿军10000多人的第80师不到2天时间就冻伤战伤减员了6000多人的报告传到第9兵团指挥部时，
身经百战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痛心疾首。如果说我们集中打刘太礼，当时不可能很快取胜，因为敌人的装备啊，不管从哪个方面都比我们强，都比我们强。最后研究下来呢，每七师的31团，他这个位置呢比较适合我们打。彭德怀、毛泽东先后致电第九兵团进行战局谋划，宋时轮等将领修正了作战计划，对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敌进行前置性攻击，阻敌突围，集中优势兵力，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消灭新兴里之敌。一场看住下碣隅里、夹住柳潭里、吃掉新兴里的战斗即将打响。第27军集中第81师主力，协同第80师共5个团的兵力，使用全军所有炮兵，合歼新兴里的美军。再次进攻时间定于11月30日夜间11时整。美军指挥官费斯上校也在部署，如果能扛过今夜，明天一早12月1日将利用空中掩护向美陆战第10师师部所在地下碣隅里突围。在他的计划上，第1站是位于南边8公里处美第31团指挥所所在的后埔，并期待那里的坦克和炮兵分队支援与接应。他并不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那里已经发生突变。处在危急关头，美军部署上却出现怪事。在当天下午4点的时候，后埔的美军接到从下碣隅里传来的命令，要求所有人打包撤离。参与这个向后转行动的，包括第31团指挥所和附属连、第57炮兵连和坦克分队成员，共324人。志愿军立刻就占据了公路边的这片区域，新兴里美军的退路被彻底截断了。很多美国人认为，这是东线长津湖作战的一大败笔。那么，到底是谁下的这道命令，就成为战后人们追索的疑问。有人认定，就是美步兵第70师师长巴大维下达的。显然，他认为31团战斗队已经必死无疑了。当天夜里，志愿军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扑向新兴里的美军。眼看着中国军队步步紧逼，新兴里美军预感到已经面临绝境。战至12月1日中午，指挥官费斯下令突围，将车况好些的车辆排在公路上。突围美军将近3000人，其中有600名伤员，每一辆车上都塞满了伤兵。下午1时，新兴里美军沿公路向南突围。那天飞行的美军飞机有将近1半都参与了水库东边的支援行动，一波接一波向追击的志愿军发起攻击。第一要跑，第一要逃窜，就这个时间发起攻击。就第三波他们打了我们第二波我们开始发起攻击了，够了，说我们这一压打来，我们讲我这个营上去，我们这个营连上这个上上去，你看靠手榴弹还能赔吗？这个要赔的时候把敌人呢一赔，赔了压到那边去了。你真正在前方的跟敌人站在一起的，面对面的打着的，那个飞机也打不着，是火炮也打不着，敌人不敢打呀，敌人要打的话打着他自己的了，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说，一定要靠跟敌人，要贴身打。
此刻，志愿军已经尾追到公路边的高地，由于双方太过于接近，一枚提前了0.几秒投下的凝固汽油弹落在了突围队列美军尖兵的前面。汹涌喷薄的火焰瞬间吞没了一排美军士兵。志愿军各部队不顾美军飞机轰炸的危险，从美军正面、侧面、后方杀了过去。副军长詹大南下令全线出击，务求全歼该敌。先行旅南逃美军在途中被歼过半，如同困兽犹斗的残敌，不顾一切地向南突进。当他们将要冲到一天前被放弃的后部时，距离大本营下街余里仅还有12公里。对志愿军来说，这里是隔断新兴里与下街余里之间的最后一道阻击线，如果防守出现问题，那么已经付出重大代价的新兴里战斗结局将难以预料。美军幸存者回忆，至少有2挺机关枪和一些步枪挡住了车队的去路。志愿军3营7连机枪射手李斌用机枪死死卡住公路，机枪副射手、弹药手相继牺牲，他一个人左手压弹，右手扣住扳机，不停地射击。领头2辆车的驾驶员被打死，使得车队的前锋在距离下街余里7公里的地方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前进势头都消失了。美军开枪反击了几分钟，很快就失去了信心和决心。一些美军士兵跑下道路，转向长津湖方向，散布在巨大的冰面上。美步兵第7师、第31团战斗队，至此走到了终点。眼见下街余里已经不远，费斯上校亲自带队一次又一次组织起冲锋。激战中，他被手榴弹片击中，受了致命的重伤。按照美军战场规则，此时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权落在了第1营的作战参谋科蒂斯少校身上，然而他丢下了那些正在垂死挣扎的士兵，独自逃回了下街余里。多年以后，已经是退休老人的科蒂斯分辨当年自己的举动时说，队列中没有抵抗了，卡车的发动机不转了，司机不在驾驶室里，唯一的声音就是伤者和濒死者的呻吟。我认为当时就算是驾着虎式坦克的巴顿，或者骑着白马的麦克阿瑟，也无法扭转局面。12月2日凌晨4时，新兴里战斗全部结束。此战，志愿军第27军、全歼美国陆军第7师、第31团级战斗队，歼敌3191人，击毙美第31团指挥官麦克里安上校和继任者费斯上校，缴获汽车184辆、坦克11辆、火炮137门。击毁坦克7辆、汽车161辆，创造了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以劣势装备全歼现代化装备美军一个加强团的战斗范例。第27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共伤亡4330人，另有4000余人冻伤。我说那个彭辉当副师长呢，下来以后哭啊，好不跟燕太讲，在那看这个战场哭啊，死命简直没办法，
有些地方在那个马路旁边就那个沟，你顶着我，我顶着你，连蹬加枪打，蹬死的，在了马路旁边看，就是惨的，太惨了，惨的不得了，我们血肉那么细，说证明这个部队也是英勇顽强啊，真是不怕死，最后把敌人消灭了。这个营几天几夜吃不饱饭，喝不上热水，窝了吃把炒面，吃把雪，天那么冷，是不是？还穿那个什么那个，他们说穿那个吊鞋，你试试站着来，是不是？那是你这么个环境，但是我们胜了，就是这个胜局的，再考虑考究就是吧？我们共产党的本质。人们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这块布，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如同一块装饰挂毯的锦绣绸缎上面的含义，因为不懂外语，还有人说是不是地图。直到有英文翻译看到，这是美步兵第七师第31团的军旗啊，人们这才知道作战的对手居然有北极熊团的称号。在12月1日的整个夜里，美31团级战斗队有大约1050名幸存者，三五成群的穿越冰冻的湖面，进入下监狱里防线，其中只有385名幸存者肢体健全。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与陆战队士兵注视着这些如同从地狱里归来的陆军士兵，他在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那些被冻伤士兵的情况相当可怜，一些人在爬行，一些人在蹒跚跛行，还有一些人失去了所有的方向感，而在原地打转。更多的人沉默不语。对他们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1950年最后一个月，在东晋朝鲜盖马高原的非人类生存环境下，中美两军生死绝杀，长津湖畔烽火连天。